整个运动场是我的。刚才碰到拉萨啊，好久没看到他了。今天他晚班。By the way，今天是3月3号，礼拜天，体重100公斤，现在又要拉100公斤啊。开工。我把它摆好。OK，成功了，好像没有摆好，把它摆好。OK，成功了。